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放眼看世界，展望新中华。普京要最后一搏，重磅制裁中共高官，没法按关键细节藏一条生路。成都挂中共五星旗，路灯杆夺命，公安概不遮丑。女副市长和老领导的工作照真是太有意思了。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这是我们的主频道。今天是十月一号，星期二。我们在视频的结尾。 会介绍阿波罗网副频道的今日内容，请您订阅、点赞、转发、留言和传播，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温层，做出最佳选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普京要最后一搏，随着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进一步加剧与西方的对抗，俄罗斯国会官网九月三十日公布二零二五年预算草案文件，其中国防开支将提高百分之二十五。 达到十三点五万亿卢布，较今年增加三万亿卢布，创下历史新高。卫报指出，届时俄国国防和安全预算将占俄罗斯总支出约百分之四十，达到四十一点五万亿卢布。这项举措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采取经济学家所说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表现出大幅增加的军事支出，以推展对乌战争，刺激消费，也加剧通货膨胀。俄罗斯经济媒体 Bell 在新闻通讯谈到。 此次增长证实，俄国经济已转向战争模式。即使乌克兰战争很快结束，向军队和扩大的国防部门输送资金仍将是首要任务。根据预算草案，俄国的社会支出预计将减少百分之十六，从今年的七点七万亿卢布降至明年的六点五万亿卢布。普京对军事的巨额投资引发欧洲战略规划者忧心，他们认为北约低估俄罗斯持续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同时。 乌克兰又面临最亲密盟友难以预测的前景。根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 t 斯 s 报道，俄罗斯九月三十日在政府法律信息网上发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署一项法令，召集十三万三千名征兵入伍，参加秋季征兵运动。法令中指出，从二零二四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召集十三万三千名年龄在十八至三十岁之间的俄国公民，他们不在后备役中，并且符合征兵条件。 该法令还命令解除已服满征兵服役期的军人。重磅制裁中共高官，美法案关键细节藏一条生路。美国国会众议院九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制裁中共施暴者及迫害者法案》。 授权美国对参与侵犯香港自治权、侵犯台湾人权以及参与对中国大陆个人及团体，包括主要对维吾尔穆斯林施行政治迫害和人权侵犯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一、任何参与上述行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二、如中共中央委员会解散，其后续机构的参与上述行为的每个成员；三。 上述人员的成年家庭成员，包括配偶或配偶的成年家庭成员，制裁措施包括：一、财产冻结；二、吊销签证，不得入境美国及撤销根据移民和国籍法可获得的其他任何福利等。全球退党中心主任易中元日前对大纪元表示，这个针对中共高层包括家属的制裁，是美国对中共围剿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共产党政权是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一个真正威胁。美中院的法案还说，如果被制裁者已明确放弃其中共党员身份，并采取积极措施谴责或纠正中共的迫害政策，制裁也可免除。一中原认为，这是一个很宽宏大量的表示，因为这会给中共高官留一条出路，就是他们可以退党，或者是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比如不再迫害西藏人。 新疆人等所有的中国人，他们如果能够从民众的利益来考虑，做出一些不再迫害中国民众的事情，同时退出共产党组织，他们是有未来的，是给了他们一条出路的。易中元表示，所有的共产党员或者是为中共服务的这些人，他们应该在中共垮台前夕考虑自己后路，也是上天给他们的机会。如果你办签证来美国，或者家属来美国，或者钱放到美国，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马上就会牵制到他们，所以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要抛弃共产党，找一条出路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成都挂中共五星旗路灯杆夺命，公安盖不遮丑。网传视频显示，九月二十九日，成都市金府路附近一个悬挂中共国旗的路灯杆被大风吹倒，砸到路边停放的一排电动单车，还将一名骑车的路人砸倒在地。中共公安到场后。 先是用一块蓝布盖在被砸的路人身上，但是蓝布面积太小，还一再被大风掀起，无法遮丑。后来几名公安拉来一大块带有警用标志的帆布，将路人遮住。后续视频显示，现场周边已经拉起警戒线。一名视频拍摄者介绍，事发农业银行前边，电杆被大风吹倒，当场要了一个人的命。网民嘲讽，看来中共的国旗真是用血染成的。还有网传多个视频显示。 十一前夕，某地的小学和幼儿园为了煽动仇恨，要求孩子们背着自制的炸药包和手榴弹上学，炸药包上还要插上中共国旗。女副市长和老领导的工作照，真是太有意思了。每当官员落马，其任职期间的工作照就会被媒体和网友纷纷扒出，而从这些工作照中，常能发现不一样的信号。有的官员在上司面前俯首贴耳、卑躬屈膝。 而在下属面前，则是一副趾高气扬、牛气冲天的做派，两面人形象呼之欲出。有的女官员特爱打扮，唇红齿白，妆容精致，甚至年近六旬还整个眉上刘海的少女发型。公众号郑之健发文说，九月二十九日，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罗旋涉嫌严重违纪违,违法，主动投案，向组织交代问题。为何五天后？ 四十九岁的罗旋也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了呢。原来钟志生是罗旋的老领导，两人工作多有交集，而坊间传言两人关系比较特殊。从图中可以看到，每次见到钟书记，作为老部下的罗旋总是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不同寻常的情感，不自觉地走到书记身边，有时还主动为其打伞。公开场合两人就如此亲密，一点也不避嫌。私下里两人不知会亲密到何种程度。 此前的七月十六日，江西樟树市第二中学党委书记郭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亦引发舆论关注。原来，就在一个月前的六月十八日，郭雪的老领导宜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安安主动投案了。刘安安当过三年樟树市长，七年樟树市委书记，而在此期间，仅有中专学历的郭雪，从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调至樟树市委、市政府接待处。 并在三十岁时升任樟树二中校长，成为当地最年轻的正科级领导干部，被网友称为“全中国最年轻的中学校长”。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中共官场的腐败和糜烂现象源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尤其在江泽民时期达到了顶峰。江泽民推行的“腐败治国”和“以色治官”政策，使得身体交易、包二奶等行为成为权力交易的常见手段。 推动官员通过不正当关系攫取资源和权力，这种风气不仅影响了高层，也蔓延至地方官员和社会的阶层。王笃然表示，江泽民时期社会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变，性解放和物欲主义盛行，权力的滥用和身体贿赂成为官场的常态。这种现象极大破坏了社会公平，普通民众为权贵的腐败买单，而权力和利益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尽管习近平政府近年来通过反腐运动打击了一些高官，但结构性问题依旧未根除，腐败的根源依然深植于中共权力体系中。今天副频道的视频是：突发，以色列击毙黎巴嫩哈马斯领导人。诡异，藏什么？中共通知撤离，多人吐血，王者嘴脸发黑。二零二七、二零三五、二零四九三个年份，为何对习近平、中共国有特殊意义？ 日益严峻，中国国经济面临重大挑战。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传播我们的频道，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温层，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再会。